花博公园人来人往，要让大家驻足片刻并不容易。即使被拒绝，还是积极邀约，因为这是在抢救生命。多来一些同学，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，我还要再回家问一下家人啊，然后还要我回家考虑一下，再跟你讲。可是就直接忘记掉了。医生就来巡房说，恭喜你配对到了，我好高兴啊，因为那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看到现场许多受赠者因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延续生命，志工鼓起勇气，用热情融化冷漠。请分队的同仁，那今天也一起共襄盛举。要刚过完18岁生日，可以当做我生日一个大礼物啊，可以救人一命，我觉得不错。看过太多病患的期盼眼神，医师也挽袖验血。他知道救人一命无损己身。其实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啊，刚好在。血液科的病房，其实那边有蛮多小朋友或是年轻人，其实都罹患了这种血癌、淋巴癌，那他们是很需要这种配对建档来给他们一个机会的，其实就跟捐血差不多啊。还有一位年轻人跟着父亲跨出了救人脚步。爸爸已经有参加过这个活动，在最近有配对到人，准备要去捐赠那样子，所以想说刚好经过，有缘分就来也验一下我的那个血。一天下来完成283支试管，增加血液疾病病患的配对成功几率。18岁以上、46岁以下民众都可以网络预约，帮助陌生的有缘人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吕乔美、王柱明台北报道。